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禅语，禅语伴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王凤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间教育家、伦理道德宣传家、女子教育的开拓者。35岁那年，听大善士杨柏宣讲善书，因悟贤人争罪，愚人争理，而沉痛后悔自己的过错，身患12年的疮痨，一夜之间豁然痊愈，感叹人世，男不尽忠孝，女不知贤淑，世俗风气难以挽回，立志劝化世人。同年10月，善士杨柏遭污蔑被捕，入朝阳监狱。王凤仪效法杨角哀舍命全交故事，誓死前往朝阳府营救杨柏。行至途中，夜间突然出现光明，好像白天一样。王凤仪豁然开悟，乃明心见性。38岁那年10月，父亲去世，王凤仪智夺古人守墓3年。3年守墓中，洞悉性理疗病法，讲病化人，成效显著，创造了古今罕见的奇迹。刘有生先生1939年生，黑龙江克山县农民，小学文化，20岁时身患绝症，有幸聆听王凤仪先生弟子的性理疗病宣讲，运用性理疗病的方法战胜了绝症，深刻领悟王凤仪先生性理疗病学说的精髓，现身讲道20余年，帮助众多百姓解除病苦，治愈了无数的患者，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广西中医学院等高校演讲，不收分文，效果良好，颇获好评，赢得佛家高僧大德的高度赞誉。一、两大善人讲病的核心思想。一、病是外天的，性格好，病魔跑，三分药，七分养，善治不如善养。二、不怨人就是成佛的大道根。那我们每天检查自己，看看我们还怨不怨人。三、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不信，才导致多种疾病。这些是病的根，好比是树根，想治病还要从这些根上去修正。根如果不好，枝叶不论怎么修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前两条为善人原话，第三条为个人总结语，待高人完善。二、王凤仪大德的讲病总结。一、怨伤脾，怨会造成胃脘疼闷、胀饱、溢格、上吐下泻、胃虚、胃炎、胃溃疡、胃黏膜脱落，甚至胃癌等疾病。二、恨伤心，恨会造成冠心病、心肌炎、心积水、二尖瓣狭窄、心肌梗塞、癫狂失语等疾病。三、脑伤肺，脑会造成气喘、咳嗽、吐血、肺虚、肺炎、肺结核等疾病。鼻炎因争强好胜引起，挑理导致感冒，冒犯长辈会发烧，不服人得肺病。四、怒伤肝，怒会造成头晕眼花、耳聋、牙疼、嘴斜眼歪、中风不已、半身不遂、肝胆病。五、烦伤肾，烦会造成腰疼、腿酸、肚腹疼痛、腰间盘突出、腰椎结核、股骨头坏死、糖尿病以及尿毒症等疾病。下面是根据刘善人讲病总结的病因对照表。情五行，小眼人通肾，眼角子通心，上眼皮通脾，白眼珠通肺。眼睛有病，
是往外瞅，丑的。看老人不是，最伤眼睛。眼睛不好，一般是亏了孝道。有不光明的事情藏在心底，所以眼睛怕光。眼睛痒痒，从肾经来。眼睛周围辣，从肺经来。流泪是有怨恨。近视眼，光看到别人的毛病，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。因为挑别人的毛病就是缺点。眼睛往回收，要内观，不要外观。眼睛是先锋官，看见了报告心这个元帅，心就要动。心一动，性就要动。性一动，身就要动。眼睛看，心动，性动，身动。毒气就是这样进入体内的。心不动就没事儿，或嘴动，心不动也没事儿。血管上有病，经络上有病，往钱财上，上火上找。高血压是有火，一种无名火，闷火。有的是钱财上，上火太大，有压力。至于高血压有难度，需要不上火，也就是放下让你上火的事儿。不再上火的话，高血压自然就好了。注意心情，一定不能烦躁。烦躁的话，还会引起胰腺紊乱，肾功能下降。如果不改性格，时间长了会变成综合症，一定要高兴起来，别烦躁。烦躁的时候也可以在纸上写，明理柔和，写多了能化性，能平静。柔和能生智慧水，明理能生真阳火。白癜风是血里有问题，血热。血主财，水也主财。如果在钱财上使心过多，就有无名火。火通心，心属火，贫血，血小板低有几种原因。成人由精髓造血，血小板低说明精髓内有毒，造出的东西不够用，或是一部分东西不合格。要是不合格多了，超标了，那就是白血病。精髓内有毒，一个是烦，毒就入了精髓。精髓毒太多时，造的淋巴细胞、血小板、红细胞、白细胞就少，就不合格。口腔溃疡首先得从口液上找，有时候自己没意识到，说完了以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好好对照善人说的，把人当好的标准，好好忏悔。面部神经麻痹，你就偏一面，你就看不上谁。你一看他，你心就动，这样也能引起面部神经萎缩。面部神经麻痹，有的人特别注重脸面，遇到的事儿，因为脸面受到了损伤，火一下就来了。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大脑中枢神经通面部神经就出问题了，会有不通的时候。想要治愈，就得往外排火，就得笑。让面部神经自己运动，并用手揉一揉。但此病好得慢，因为神经系统一般好得慢，你必须坚持乐，阳气足了，那神经不通的地方才能重新通畅。有人总落枕，真正的原因是在背后和别人憋劲儿，就能导致颈椎病。颈椎动脉血管狭窄，如果不是先天的，动脉静脉都属于血。这里狭窄就说明你在金钱上比较狭隘，想问题想得狭，心量小，才能导致有的部分狭窄。如果是先天的，就是父母有同样的毛病。脊柱炎患者认识到自己是五毒俱全，确实精髓有病是五毒俱全。风湿、类风湿是五毒俱全，关节里面除了气就是水，有这些毛病的人要好好查找，好好格物。坐骨神经痛，神经系统都属火，坐骨神经痛的人做事太狠，没达到你的心愿你就上火，导致坐骨神经痛。便秘，小肠通心，小肠和心相表里，大肠和肺相表里。如果总便秘，
就是心火太旺，大肠火太大，造成某段肠有问题，粪便走到哪里给烧解了，还有大肠通肺，人一个孝道，一个恼，一个忧思、忧虑、忧愁，就有热，有热先伤肺，肺火太旺，大肠和肺相表里，势必有关联。所以说，一个是肺火旺，一个是心火旺，脸上有斑来自于内分泌失调，就是思想上有郁闷、有压抑，导致微循环系统有问题，就会长斑。如果你能乐起来，斑会逐步的减轻；如果天天乐，斑就会消失。关节疼，主要是挑人毛病挑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替人担事担的太多。头发白与神经系统、与火、与血有关，孩子不大就长白发，与家长有一定的关系。人的毛发都受制于父母，眼眉通胰腺，头发通神经，也就是火太大了以后，神经和血和心脏都有直接的连带关系。所以头发白，上吐下泻，就是有怨气。如果自己不得，孩子得，头迷眼黑是生闷气来的，口腔异味，肺火，胃火太大，着急上火，嘴里就有味儿。因为这是从气管里来的，气管又是从肺里发出来的，要清火，火撤了就没了。掉头发，神经来的，神经属火，就是说思虑过多或休息不好导致火太大，神经系统紊乱就能掉头发。脱发是犯上，领导或老人说话办事不顺心，就要顶嘴，要撞。如木性人虽然不爱说话，但老人说话办事不顺心时心里不服。青春痘，心性上遇事脸急，遇到事时脸呼一下就红了，上火了，也就是脸急存的毒火。平时爱脸面，因为脸面的事儿着急上火，被人一说自己不好的地方就脸急上火，或者批评人时脸上也容易上火，这都是自己在心性上变化比较快，火上的快，存了毒火，也就是性格比较急，胸闷生闷气来的，有时候连带心里有恨，这样导致胸闷心跳，是闷气阻碍了血液循环，并不是本身有供血不足。想想是跟谁生的闷气，找准了，气会从上或下排出。个子高低，什么性格就有什么长相。木瘦金圆，水主肥，土形敦厚，背如龟，唯有金性面带白，它长得小巧玲珑。这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性决定你的长相，不能改变。水性办事不利索，金性说话圆滑。咽喉炎经常打断别人讲话，喜欢抢话。儿童骨折，若儿童在十一二岁之前，就得在父母身上找，因为木性人爱受伤，父母的木性太强了，太硬了，生顶硬碰就让孩子受伤了。大肠炎恼人，和老人生气来的，大肠和肺相表里，不在肺里作病，有可能就在大肠作病。儿童咳嗽肯定是妈妈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生气上来的，这叫亏笑，亏笑伤肺会咳嗽。肩周炎，管事儿管多了，担子太重了。个人有个人的命运，他们有多大的福就享多大的福，有多大的罪就遭多大的罪，你担待不起。孩子手病，父母的手足同胞上来的病，不管别人如何，自己要做到兄道友，弟道恭，要尽悌道。耳朵上的病，别人一说话你就起火烦躁不愿意听，这种人木性强，说话好声顶硬碰，
木性人好牙疼，耳鸣。要想好的话，今后不管谁说话，你不能反感，就不愿意听人说话，和你的想法不一致，你就生怒气，这样会耳鸣。怒气的毒在经络里，经络不通就发麻发木，严重了会中风，半身不遂，赶快改过来，不改麻烦大了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都跟哪些人过不去了？我怨过何人？我恨过何人？找准他，认清他，道破他，此病必好。要从孝入手，这是根。百善孝当先，光是一个孝道就能成圣成贤。亏了孝道，就是亏了天理，忘本失德烂根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禅语陪您聆听佛音，平息烦恼，安顿身心。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，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